哎，你们俩干啥子呢？这有一个啊，马可爱小朋友啊。啊，我们在玩沙子呢。嗯，好好玩，玩了。爸爸在干什么？爸爸，他向我保证说，等会儿我可以挑一个烤肉自己烤。想不想吃烤肉？想。嗯，太棒了。他们要过去的时候，已经被封锁住了。没有吧？他们就被抓住了，关到这个笼子里面了。过了几天，他们就死掉了。嗯。黄瓜真脆，自家东西就是好。你看这黄瓜水灵灵的，这都准备烤是吧？不烤呀，茄子不是？哦，烤茄子，蒜酱嘛。蒜酱，烤肉，牛排。那孙子大清早就开始了，要烤肉，烤肉，烤肉的。为啥说？刚院子里面嘛。今天也是难得嘛，难得大姐新鲜下来，在家里烤烤肉。让家爸爸好好给你烤一个。花椒面，胡椒，白胡椒来一点。嗯。咸盐来一点，味精少来一点，小孩吃，小朋友自家人吃味精少来，提个味就可以了。嗯，然后打两个鸡蛋，你皮子已经剁进去了是吧？皮子已经放进去了。嗯，好，打两个鸡蛋。淀粉有没有？弄点淀粉也行。羊肉不需要淀粉。羊肉不需要淀粉，嫩嘛，它就变味了，是吧？然后它搅拌均匀就行。搅拌均匀，等一下。你搞点，你倒点清油。还得放点水，好好好好，你不要太多了吧，来点水是吧？加点水，再来点水，给它搅拌均匀就行了。少来点水吧，好好好好。肉现在肉质本来就干，嗯，来点水，好自己腌一下，抓匀。自己家吃的嘛，调料不需要太多。嗯，感觉有点你说这样的。你不怕他们把你技术学好吗？没事。啊，没事。技术就奉献给大家嘛，这样就可以。拿两个辣子，靠，再给他，再拿两个。你这个辣子心疼的。看你看辣子多酸，你瞅。哦，你这辣子多呀！拿两个辣子出来。好好好。哇，烤肉的火也开了，稍微灼透一点，灼透一点，它没有明火就好一点。烤肉，马青瑶烤的烤肉。走过路过，大家不要错过哦！来哟，马青瑶，马青瑶给爷爷烤一个，马青瑶给爷爷烤个有辣子的。啊？马青瑶烤个没辣子，马青瑶给爷爷烤个有辣子的。烤什么？给爷爷烤，你就给奶奶烤。给奶奶烤。啊，对。一人烤上一个。给奶奶烤的辣子的。我给爷爷。哦，马可爱的小手法可以啊，马可爱。啊？烤肉看着不错，烤肉上面有筋了，这是脖子那块肉是吧？脖子那块剃下来的。哎呦，自然。下面这个肉真正嫩啊，这个肉比马景鹏身上的肉还嫩呀。阿玛可爱。哎，我比他身上的肉嫩多了。啊，你比他嫩是吧？嗯。好吧。等我看一下三。那是包子。最后一个正的。哦，最后是个馍馍一个，你合适了给他。嗯，你五头来还有点脖子上的肉还有点筋。今天羊肉说前面吃了一串嫩啊、哦，确实嫩。马开吃，你看你做的中心，你看那，把你围着的。我就不能做中心。你不能做中心。羊娃子肉。给我一串。好吃吃吃嘛。嗯，就是就是。弄、人家买的时候就说这就是羊娃子肉，夹一个，哎呦呦，你吃啊！你刚才在，嗯，辣椒，辣不辣？辣，不辣。辣子应该可以，我搁那吃的呢，辣子里面撒点盐吧那种，多美你看。嗯，像馍馍包子吃不腻，还没有生菜嘛，有生菜你看，生菜也可以啊，嗯，黄瓜。这些东西，嗯，妈的不吃啃骨头，嚯、这是个排嘛，你直接是个牛排嘛，直接，哦，嗯，爷把这个牛排上一块吃，然后小点辣椒丝一沾，你把这个吃，哎、来上一块上一块，啊，吃块牛排，我也要吃这个，嗯，我还吃够了，嗯。奶奶一会儿吃饱了，我把这两个蘸进。吃了。哎，我
今天一个小烤肉，吃点牛骨头，一个新疆的午后。这会新疆时间北京时间是几点钟？8:30是吧？9点了差不多。就今天又是完美的一天呀，爷爷，完美的来一口，来一口，增加免疫力，抗击疫情。你吃多了，你就三个。嗯嗯，好吃。做完烤肉吃吃呢。